我的座右铭是心有多大，舞台就有多大。我记得在 COVID-19 之前，我们已经想到怎么去应付它。我们有之前已经做了很大的改变，我们就把生产链放在印尼，然后我叫我们的印尼厂商是不能停工，如果他们经济有问题，我们可以帮他。所以我没有想到我帮他们度过这个难关，是我最后这三年，就从2019、2020、2021年，我们获利是非常高的。对，因为同业他们没有超前部署，他们没有备料，所以他们都要不断的涨价，而且缺货。我这三年没有缺货。